星孙俪和男星邓超结婚十二年，她近日在社群平台晒出一张全家福油画，庆祝夫妻俩结婚十二周年纪念日。她发文写下：“今天是我和邓先生的结婚纪念日，十二年了，我在温州工作，他在上海带孩子，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换班了。这是我们结婚十二年来达成的默契。”她也提到很感谢这个小家庭，孩子和先生一直给她满满的能量，一年有365天，日子过长了就容易归于平淡，但也因为有了彼此，让生活变得更具象，那些琐碎的生活点滴也开始有了特殊意义。我们也会意见不合，会生气斗嘴，但更多的是一家人一起哭泣，一起感动，看似不起眼的瞬间都成为我们珍贵的回忆。Bye.